那香香就以挂机取得钞票，来全新的挂机手游，瘦身挂机手游。那钞票已经跟你们讲怎么取得了。那我觉得主要重点就是说，吼，就是，就是方志手啊，你看他78公斤嘛，那一进去他就会减肥。啊，它是一款就是挂机的瘦身手游。这月取得更多钞票，对，设定那边可以改成繁体中文。强安升级。哎呦，我们也玩过很多大亨的游戏哦。啊，这款是挂机版，这样子。然后。闭嘴啦！那你看，他这边进去，他就是在减肥了。我们能够把它领起来，十级，这边都可以，钱够多都可以挂一挂。他们应该离线收益已经拿了吗？那一开始就赶快把任务解起来就可以了。啊？什么？我在帮他讲什么？那你看他有拉筋的，那你看他就减肥了哦。这边有跑步机，反正就健身版的游戏。登记处达到3个，那这么越挂越多钱，你其实可以把它一次都给它升起来。天哪，怎么这么耐玩呢？哦，你看我们越挂越多钱了，再来就有餐厅了耶。天呐！